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那么我们9:42大和尚能请求，就像我们大学上课里面，我们 professor last 10 minutes 最后十分钟 it's ok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re very kindness master 不讲两句英文你不知道我学历很高行了，好，那就来了哈。就简单了，最后十分钟啊。我们入道啊，要有观照的能力。佛陀说呀，一切众生执着于无应身，所以不见正道，轮回生死百千万劫不得度脱，死之不放这个假的假象，这个色身。一直到死眼睛都不闭上来，入道一定要观照。再讲一遍，佛陀说呀，一切众生执着于无应身啊，起贪嗔痴，所以不见正道啊，经过啊轮回不停，所以经过百千万劫不得解脱呀。当观一切法不净，你说我们这个色身，这个色身不清净，是不是啊？从头到尾大小便都不净，哭有这个色身当然会生病啦，有生老病死，所以我们执着的目标错误，我们执着的这个色身会生老病死的，而且一定要送进火葬场。听说了新加坡现在不能土葬啊，不晓得是真的假的，一律火化，一律送啊，台湾通通是火葬的，台湾通通是火葬的。当这个尸体送进去焚化炉以后，点火2小时，化作一阵烟呢、化作一阵烟。而今安在在你所执着的俊男美女在哪里呢？冷静一下啊，我们这个色身会死，还苦不堪言，生病啊，头痛啊，然后筋挛啊，腰酸背痛啊，苦空，这个色身终将毁灭，这个色身无常啊，就是我们细胞每天都在变化，而我们严重的错觉误认为啊，这个死亡离我很遥远的，离我很遥远，错的。我们一个法师啊，我们一个法师从这个水里骑摩托车到台中，要回程的时候跟公车公路局的擦撞，当场撞死的，37岁 37一手。我们有一个法师得到 cancer， 得到 cancer 啊，他也治疗啊，他也治疗没有用，死的时候42岁啊。还有法师因为太慈悲太过于操劳，57岁就往生。还有一个法师非常的慈悲，徒弟没有能力，他建道场花了几个亿，建完的时候走了，59岁并发症，并发症。所以慧雄大和尚麻烦你好好保重一下，我觉得法师太难栽培了，要好好的好好的过日子，好好的为佛教尊重
为正法尊重。所以最后我必须想起句感动的话，谢谢慧雄大和尚您老人家的认同，也不嫌弃我懂得这一点皮毛啊，你给我这样机会因缘啊，上台来向新加坡的诸三长老学习，我特别的感动，给我再一次学习的机会，我以最谦卑的心，最谨慎的态度面对这一项挑战，这个都是你老人家给我的机会，我在这里非常的感谢你啊，跟慧雄大和尚鼓励一下。同时我也特别感谢新加坡的各个道场的负责人啊，这样子来随喜，来共同参与，你们这几天真的为这个法会非常的辛苦，我在此聊表心意，特别的感动新加坡的诸位诸三长老，谢谢谢谢。还有这次大陆也来了许多的比丘，比丘你为大陆的法师鼓励一下。人应皆善缘，慈悲大无边，宽阔的胸怀，动感天地间，